还没睡啊？没睡着。刚刚去哪儿了？你耍起霸道总裁的威风来，还挺帅气的。你去医院了？嗯，我都听到了。谢谢你。那你应该相信我了吧？ 我答应你的事情，一定会做到。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啊，就总是回想起5年前我们第一次相遇时候的样子，也不知道这棵树什么时候能长到那么大。其实仔细追究，是我先认错的你，但是却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在你身上，明慧。 我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。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说过，只要时间够长，最后留下来的全部都是美好的回忆。看来是真的。或许和时间没什么关系，痛苦还是美好。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境。明慧，相比于5年前发生了什么。 我更在意我们的未来，我不会让自己一直活在过去。你也不应该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不该一直活在回忆里，就像程启让的事情一样，都该过去了。那天啊，收拾你房间的时候，在你床头发现了这个，心奇。 再睡一会儿，不需要起来了。再睡一会儿。再抱一会儿。欣姐，欣姐，你真的得起来了。起来了，真的起来了。快点，快起来。干嘛呀？你们太过分了。全全，是这个样子的。 全全，这个问题呢，你得听爸爸跟你。哎，你们两个一起睡觉，为什么不带我，还把我扔给姑姑？哼！啊，我们三个再睡一会儿。好的，行了，不行。敏全全，你上幼儿园要迟到了啊！没关系，爸爸一会儿开车送你，绝对不会迟到啊！你不能这样惯着你儿子。我儿子，我惯着怎么了？ 惯着是吧？谁都别想睡，都不许跟我睡。上班了，上班，上学了，上学。全全，爸爸，全全，上幼儿园去了。爸爸，再睡会儿。嘿，小坏蛋，走，穿鞋。好香啊！快吃早餐，一会儿全全来不及了。 你穿的是什么呀？儿子选的。有爱情的滋润就是不一样，气色都变好了。那谢谢你啊。来，快走。
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啊。嗯，你说。今天我陪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吧。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？收拾你和全全的东西啊？难不成你还准备跟我两地分居啊？我觉得啊，就算是情侣，也要保持一个私人空间吧。我没有打算搬过来跟你住。你说真的呀？真的啊。而且，你身体不是挺好的吗？看起来没有问题啊。哎，其实这两天心脏还是有点不舒服，不知道哪儿不舒服。是吗？新奇，别装了，你快给我吃早饭，我要上幼儿园嘛。嗯，上幼儿园了。儿子，上边上吃去啊！爸爸在这说正经事呢，快去。嗯，不要不要。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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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不要！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嗯嗯。圈圈，要谁喂？爸爸。爸爸喂，爸爸喂。拿错了，那个搬过来吧。快，儿子自己拿着吃，好吗？嗯，不行，求你了，不行，快点吃，来不及了。